你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吗？ 当然是没问题的。 只是我画画的时候经常会忘记看时间， 说不定会让你等很久， 没关系吗？ 今天的委托， 是的， 需求有些调整， 我得努力画完才行。 总感觉有点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啊，不，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是因为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我会忍不住想和你说话。但没关系，你不需要离开，我会努力快点画完委托，早点空出时间来的。这段时间里，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就随时叫我吧。
没事，我就是担心你是不是已经回去了。没事，我还得再画一会儿。
这里，题字也写好了，还差……啊，我的印去哪儿了？啊，你说我已经画了很久了吗？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等会儿我请你吃附近的夜宵点心吧，夜市里会有一些特别的小吃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不过可以麻烦你再稍微留一会儿吗？我想再给你画一幅画。